Hello， 大家，我是 Kimchi。 有没有觉得身边环境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呢？冇错啦，就是之前讲关于乒乓球剧集的《母亲的乒乓球》，就是这里取景的。那我今天邀请了一位嘉宾就上来一起讲乒玩下的，她就是饰演《母亲的乒乓球》的女主角陈志瑶的女儿余翠泳。 Hello Kimchi 哥哥，不如你可不可以讲下你真实的名字给大家认识一下？Hello， 大家好，我在劇中飾演余翠泳的李欣希。我今年十岁，我已经打了乒乓球四年了。四年这么多的了已经。是啊。OK， 不如我们坐下聊聊好不好？好。坐下来，哥哥不用担心，是啊，哥哥不会伤害你的，是啊，不用担心。观众很多留言都赞你做戏做得很好，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套劇你的拍完的感覺是怎樣？其實我也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因為不是很多人都有一個機會去拍劇，很開心我真的可以拍到這個劇，可以認識多一點，很好玩，這樣就很有興趣做。做戲的你和你真實的你像不像？像性格上不像。有什麼不同？真實很 sweet 的嘛。 OK， 那做戲你不 sweet 的？做戲裡面有點 rude，即係好惡，我見你有啲惡嘅，咁我想問你將來會唔會想真係行演藝呢條路咧？因為咁多觀眾都咁中意你啦。我而家都係要專注喺學業啦，同埋打波打得好啲嘅時候咧，咁就要諗下大個先再諗下做唔做或者行唔行演藝圈呢條路咯。想大個多啲 choice 俾自己，唔好淨係得做戲呢樣嘢，起碼各方面都兼顧到。OK， 打波上有咩目標呢？我打波上咧打得好啲啦，咁就可以去到我个年龄嘅前十啦。咁打乒乓球咧，有阵时会讲心理噶嘛，有阵时会讲技术啊嘛，睇下啲对手咁咯。冇错，咁不如一阵间你就教观众点样去打波，好唔好啊？好，咁我哋而家去先。我准备好啦，放马过嚟啦，你教练。咪住，要学好揸拍先可以开始打波。点揸噶？呢三隻手指就要包住呢度啦，食指咧就要放出嚟嘅，放低啲啦。咁个波咧打过嚟嘅时候，你再打翻过去就唔会打到你隻手指啦。呢度拇指咧就要放喺呢度，呢两隻手指一齐夹住块板，要夹实啲先得。唔该晒你教练。咁我哋第一个动作系做咩啊？谂住。咁第一个动作我哋做正手攻球先，好唔好？就要将块板拉到后面，拉到腰嘅位置啦。转腰嘅时候就送块板出嚟，系啱唔啱啊？佢都要收前臂嘅。O K， 就系咁啦。O K， 你好快学到喎，系咪有天分啊我 ？Yes， 系真系好温柔，我觉得同我平时踢剧就系啊，因为佢怕丑，你明唔明啊？有包袱，呕包咁快就有呕包啊！佢咁快，你转腰多啲，系，唔好拉咁大手啊，系，跳得快啲啦，系。你彎多啲腰啦，系 ，OK 啦，可唔可以再打快啲啊？大啲系咪啊？唔系大力啲，打快啲啫。你快啲唔等于要拉大只手噶。好难 get 啊，好难 get 到啊，教练。好攰啊！你教练练咗五分钟啫喎，咁快就话攰嘅？我平时好少打基本功噶，打开实战噶，不如你同我跳翻场好唔好？惊你啊！嚟啊！欣希，一阵同你玩一场一局过十一分，好唔好？咁容易我一定赢你啦！嗱，见面台面有四款，一阵间我哋用嘅武器嚟嘅，咁啊打十一分。咩嚟噶？嗱，呢个系我自制嘅球拍，个柄就断咗啦，唉，冇办法啦。咁我要揀呢個先啦，一定要最容易打呢個。誒，冇得你揀，一陣間係抽籤噶。嗱，我講下規則先，一陣間咧過咗邊個贏咗三分，就有權要求對方再換武器嘅，咁樣公平起見，好唔好？好。好，我哋抽下籤先。你揀先啦 ，Lady First。你想抽邊個啊？係，我就。我想抽到嗰個太重啦。我覺得呢一個穩陣啲，面積大啲。嚟咯，我哋拆嚟睇下先。我哋一起揭好唔好？好，一、二、三。我系木板。哎呀，你最想要嗰块板喺我嗰度，你咧？我攞到呢个啊！哎，你系穿窿板。OK， 嚟。啊！
2-0 啦。哎呀，3-0啦。嚟，準備3、2、1，又係木板同磚板。唉，好慘啊！A few moments later， 我真系同呢块板好有缘。啊，今次最尾啦，我嚟啦，我哋揭嚟睇下先。3、2、1，纸板，好彩我唔系穿窿板。OK，Yes， 诶，如意以偿啦你。终于俾破蛋啦！诶。2000 years later。咁我揀呢個中間啦，好，我哋一齊睇先。3、2、1。你快啲俾人睇下，俾觀眾睇下。好慘啊！係咩？大大聲聲，你抽咗咩？穿窿板。嗯，我尖輕。OK。哇！哎呀 ！OK 喎，打到咯，終於。我唔識接。噔噔噔噔，成啊成啊成啊！你教練成啊！我唔服氣，再嚟多一局。今次你用穿窿板。咁俾你揀，你自己想用咩板？木板。OK， 好。啱啱玩游戏有冇唔开心先？冇。咁好唔好玩先？都好玩嘅。嗯，想唔想再玩先？下次？下次玩我一定会赢你嘅。拭目以待。咁最后都好感谢你嚟上我哋讲乒 YouTube channel 啦，嚟玩乒乓嘅。咁亦都好感谢浙青乒乓球体育中心提供一个咁好嘅场地俾我哋拍摄嘅。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to this channel 讲乒 channel 啦。咁我今日就同你讲拜拜啦，拜拜。拜拜。